格吴素林夫妇出席公益义卖活动，还捐出女儿包子妹的画作义卖，希望能抛砖引玉，呼吁民众献出爱心。包子妹三岁时和曹格参加实境秀节目爆红，但却因在公众场合被捏脸而吓到。吴素林还特别向女儿开导解释，所以因为她知道是因为人家喜欢她，但是因为她之前也不算排斥，之前是被吓到，因为有人跑过来捏她的脸，所以那时候就她就会，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。目前女儿和儿子都已经渐渐长大，曹格对一双儿女也都有细心的规划。Grace 基本上每天都在画画，那就每天都在运动，踢足球啊，打曲棍球啊这样子。那基本上他们两个都已经安排自己的时间，他们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身为父母的，就是尽量配合他们，想做的就陪他们做。哥哥就会就是跟着我看我的工作，我有好几场演唱会他说想去看，所以他就跟我到处飞去看我的演出。那 Grace 就会在家陪妈妈做一些手工之类的东西，设计衣服啊，画画这一类的。